没有念错啊，是十级战列啊。为什么说是十级战列呢？这一期的话，我们的防空扛线刘中木桃又回来了啊，那么也是为我们带来一场八杀的精彩对决。好，是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马上开始战斗。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订阅来订阅一下爱君的优酷空间。当然，人不组团的二维码也可以通往爱君的优酷自频道。订阅之后，你可以收到爱君最新的视频更新动态了。同时也是感谢爱马精英战的夜残骸所提供的精彩战局。爱君的投稿箱已经写在屏幕左下方了。想要投稿的小伙伴呢，只需要将你的录像文件以及四张战绩图一并打包发送给爱君就可以了。另外有想一起交流作战经验的小伙伴，可以加入爱君的战绩交流群，群号就在投稿箱上方。此外啊，每晚8点，爱君会在大王 TV 开启直播，欢迎小伙伴们前来支持哦。好了，那么让我们聊回场内啊，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双方配置啊。可以看到我们对阵的是一个白龙啊。按理说中路打的把白龙，我们的视野会丢的比较惨啊。那么这一把的话，看一下我们防控的中路打的走位。实际战略方面的话，双方各是一艘门丹达，一艘大河啊，但是我们要比对面多占一艘北卡的便宜啊，也就是说多一个比较可以看的防空圈。巡洋舰方面的话，我们是鲁恩、艾当、恰巴耶夫、米哈伊尔，对面是恰巴耶夫、米哈伊尔啊，但是对面要比我们多出一艘弗莱彻啊，而且双方的话滴滴数量众多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从上面的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这边4艘，对面那边5艘，总共9艘滴滴啊！哟，我的天哪！那么我们舰爆是先行拉出去给家的队友开一下视野啊！中路岛的舰爆的话一旦投完弹以后啊，给队友挂视野就相当于自己少一组天棒的输出，也是非常的伤的啊！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母舰已经是开始往前开了，它预计要卡的这个位置是这边啊，卡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先对敌方的滴滴进行输出啊，那么防空的中路岛在没有卡好位置之前啊，由于是113的配置，它的前两波输出是肯定会受敌方的战斗机影响的，但是一旦防空的中路岛位置卡定了以后，那么在它 7.5 公里防空圈内啊，任何战斗机都没有办法阻挡它的输出了。哎，这边的话，我们的驱逐是被白龙的一组箭爆直接给砸去爆了，我的天哪！那么我们这边鱼雷机忙一波但是机会应该是不大的，因为身后还有跟着个米哈啊，我们的鱼雷机是没有办法调整角度，直接就是下蛋了。好，那么此时的话，我们中路岛已经是进行了一半的路程，并且也已经被飞机点亮了那么预期能卡到这个位置，但愿队友不要占我们的坑啊！好，纪灵现在是在烟里面拉烟亭传奇，我们拿它呢是没有办法其实这一个版本的话，我们的防空流中路岛因为是使用113的配置，还是占了比较大便宜的啊。由于是我们的舰长技能大家都知道已经这个 bug 已经是出了好长时间了。我们的舰爆准备时间舰长技能里面的鱼雷机准备时间缩减是加到了舰爆上面。这样的话，我们的123中路岛的进攻性就更猛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箭爆死了以后，就直接减掉了60%的准备时间。OK， 对面的米哈在加纪灵直接顶进了这边的烟里那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拿他没有办法的，箭爆先砸一砸，我们的机库是送得起的不停的起飞机。然后我们的位置马上就要卡到了，但是因为这里是有战略舰对面是战略舰，所以说我们中路岛往回拐了一点点准备是卡到这个点上。第三组空军先把自己飞机全部洗出来，对面的话地点里面一艘弗莱彻，再加一艘基林，还有一艘米哈伊尔如果说按常理来说，中途岛是绝对不好办的因为视野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的位置一旦卡住大家注意一个小地图上这一个防空圈我们的 7.5 公里防空圈必减的一半都是在我们的防空圈覆盖范围内的这一组箭炮我们现在已经是可以直接打到了，大家注意看这个防空炮我们这里一个防空炮直接在打他这个箭炮。好，我们的两组箭爆拉出去，已经看到了敌方的机灵，敌方机灵现在是不断的在袭我们的位置已经卡进，此时已经不能倒船了那么被洗洗无所谓被洗洗无所谓我们的岛分和对面岛分直接换掉这一组两组箭爆砸机灵来不及了，直接自动
看一下是不是欧洲人。哦，三颗，哦，爽了啊。这边的话烟里面再忙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到弗莱彻。大家注意他的这一组战斗机啊，他的这一组战斗。啊，我们现在的话，哦，预计一下他的手动应该是选在这个剑豹上面，手动选在剑豹上面，这个剑豹是下不了蛋的。然后啊，我们在手动选到这个战斗机上面，大家看一下这个战斗机掉的速度，架两架三架四架，瞬间八架，瞬间九架，直接带走，瞬间九架，敌方的战斗机直接带走，然后十架，这就是中路岛的威力啊！对面的弗莱彻现在忍不住了，直接上来跟我们硬刚啊！这一边的话，这个炮线是对面的机灵在对我们开隐身炮啊，但是问题不大，机灵的炮弹现在是对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输出的啊，因为我们是中途岛装甲航母，只要不熄火就可以了。好，我们的队友直接一轮支援，弗莱彻还剩123的血，来接爆一下拔刀，好的漂亮。敌军驱逐舰正在下沉。好，对面的米哈也已经是耐不住寂寞啊，直接往外面跑了啊。那么我们队友直接开始激活，这边的 B 点视野被我们完全掌控，非常完美啊，非常完美。啊，并且对面的鱼雷机啊是完全没有办法对我们这边进行输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一个防空圈将自己所有的队友全部干在里面，啊，对面的航母完全找不到任何机会。好，这边一波扫射的话非常可惜没有扫到敌方的鱼雷机，那么没有关系啊，借用我们自己的防空啊，这里可以考虑给队友开一下防空啊。那么机灵也是将我们洗出了火，不过问题不大，这边直接交完尊管，然后准备对烟里的机灵进行输出啊。好啊，机灵的话拉雷管烟停在里面，但是啊仍然在开火啊，大家知道啊，大家这边可以看一下啊，在航母的视角下面，你驱逐舰在哪儿开火啊，在烟里哪个地方开火，哪个地方扔雷啊，航母都是一清二楚的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一组舰爆过去啊，第四组舰爆来，我们看一下机灵现在在这个位置啊，你看一下他的炮舰，直接一组带走，好的漂亮，敌军驱逐舰被干掉了，丧心病狂，对不对？丧心病狂，对不对？机灵是被我们的舰爆活活给砸死的。好，那么这边一组自动炸导分，炸出一颗一个起火啊，导分秒交存管。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又是一个在烟里面开火的主啊，又是一个也在烟里面开火的主，预判一下它位置，哇，啪一发又一个起火，然后鱼雷机预判一下角度啊，第三组进入战斗位置。这一组鱼雷的话啊，中不了了，导风往后倒了啊，导风往后倒了啊。其实鱼雷机可以稍微等一下啊，刚才导风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啊，大家注意看一下它的炮线。这边的话，我们的队友比较呆萌啊，直接选择顶了出去啊。其实我们的队友直接从中间走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对面的航母完全没有办法对我们的输出进行干扰啊。这边的话，我们的机灵给我们拉了管烟啊，这是个好消息啊。这里的导风啊也就看不到我们了啊。然后上面顶上来的几艘巡洋舰也对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输出，但是我们身后还是有艘门大拿的，对面的战斗机过来直接被我们的防空瞬间带走。好，我们的防空还是可以打到这个战斗机的啊，看一下瞬间刮下来一架。防空圈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对面的战斗如果说敢来干扰我们输出的话，又要掉一整组。好，导风看到我们的机灵，但是对面的话啊，机灵是在这个位置啊，机灵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过来的雷啊，机灵在这个方向啊，在这个方向上，在对我们扔雷啊。我们的机灵的话现在要面对一艘导风再加一艘机灵啊，之后还有两艘巡洋舰，所以说啊，由于刚才机灵给我们拉了波烟，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机灵是绝对会玩的，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先不管下面的人啊，优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个导风还有上面这个机灵啊，就看我们的舰爆准头了。来，两千多血，来一个精准投弹，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砸死，好的漂亮，敌军驱逐舰被击沉。好，上面的话还有一个恰巴耶夫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身后是有艘门大拿的啊，所以问题应该不大啊。这边的话是我的 QQ 在响啊，那我去关一下 QQ 啊。好啊，那么刚才是录制直播的时候忘记关 QQ 了，不好意思大家。好啊，这边的话一组剑锋，哎呀可惜，我们的门大拿直接一轮将对面的恰巴耶夫收走了啊。那么这个恰巴耶夫是开过 AA 的，我们下一组鱼雷机准备直接将其刷死了啊。同时敌方的机灵也已经亮点，我们的机灵的话这个被揍的比较惨啊。机灵的烟雾应该是还没有好。这边的话我们鱼雷机是下去刷了一波最上，刚刚的镜头没有切过去，非常抱歉啊。
好，战斗机位上面的机灵光亮视野这一波鱼雷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时间去再去调整自己的空间角度了，直接是这样一调的话反而有可能吃雷，我们就看自己的运气了。这一波雷是扔，绝对是扔的我们中路岛那么战斗机在这边为自家的机灵提供视野我们的机灵的话现在可以如果烟雾好的话，它可以直接拉一管烟，然后在烟里面输出敌方机灵。鱼雷接近舰尾下面一波进攻我们就要直接扔在恰巴耶夫身上了。来看一下对面机灵这一波鱼雷有没有机会。好的刚好划过就刚好在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对面机灵往后扔了一波，往前扔了一波，就是没扔到我们可以的，哈哈哈。好，敌方机灵出烟，那么我们的机灵同时开启烟雾这就是会玩的航母给视野机灵直接就他对面机灵拉烟的时候他就不拉烟就等我们的战斗机把对面机灵点亮，然后我们的机灵就可以在蹲在烟里疯狂的输出了对面的机灵的话是直接开启的 A 那么这里的话恰巴耶夫由我们的门大拿来监管，问题应该不大这边的话机灵开启 A 箭爆仍然砸中了这欧洲箭爆欧洲箭爆可以。好继续的机组箭爆跟上机灵还有2000多血我们看一下机灵的 AA 结束。好的来一组自动，我嗅到人头的香气了，啪可以。我们击沉一艘敌军驱逐舰。好对面的门大拿是直接去刚对面门大拿了对面的恰巴耶夫现在可以打到我们但是由于这座山的挡着我们一组雷刷下去，对面恰巴耶夫减速我们投的就是你的减速位。好的两颗雷带走。敌军巡洋舰被摧毁，漂亮。好对面的人数已经锐减了但是呢这一边的门大拿应该是可以刚得过这一边的话对面门大拿是15000的血好的漂亮直接一轮核心带走并且对面门大拿是没有打出我们家的核心的这边的话这是哪里来的炮弹这是我们队友的炮弹打这个门大拿的那么看一下对面大河的走位对面大河这个走位的身边没有任何巡洋舰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恰巴耶夫那么这个大河的走位是肯定要死了我们的一组直接扔上去的话如果我们门大拿聪明的话他现在可以选择倒个船然后从这里走从这里走秦王绕柱而行秦王绕柱而行但是我们门大拿貌似没有这么聪明他是直接磕了个大宝剑好像要准备去刚这个大河了但是无论如何对面的大河都已经死定了上一次我们是看的30000血的大河在航母的飞机下是有多么的脆弱，这次我们来看一下60000血的大河在航母的飞机下是有多么的脆弱。好那么我们的箭炮准备开扔，来又到了鉴定血统的时候了，来三把火只中两颗，一把火大河损管七，损管七没有起火看一下损管七没起火那好了，那剩下的我们的输出就直接一股脑扔上去了大河是秒掉损管来砸两把火可惜了。大拿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已经是走不了了，直接只能是正面怼上去了，刚才他没有及时的转向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转不过来没有装那个转轴配件也没有装那个隐形加速配件，所以说他转不过来来你看一下大河的走位20000多血这组雷大河吃满了爽歪歪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虽然说显示只中四颗但是因为是大河血量空了，其实这一组雷刷的非常完美六颗全中的可以。好那么我们的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战况对面我们家的岛分是抓掉了对面的白龙但是岛坟是要死的因为对面的白龙是装甲航母你一个区区一个岛坟根本是抓不死的并且对面身边还是有个对上在的，这个对上是不是155炮好像是203炮好像是203炮我看一下对面的最上3000多血看一下他开不开 A 敌军即将取得胜利不开 A 开了那直接自动开了 A 也给你砸死来砸死啪没砸死看来是刚刚的人品用光了那么我们战斗机然后箭爆再跟上，对面的白龙是直接没飞机了，他的机组战斗机全部都送在我们防空圈里了可以看到我们中路岛113中路岛打了敌人36架飞机可以
好，来，我们的战斗机来过来咬一下对面的最上的水站，然后再是一组箭炮再去砸，把最上的直接给砸死。哎，我们战斗机直接是去战斗机我们是直接去保护大河了啊。然后最上的话水战问题不大啊，水战问题不大啊、刚才水战它是落回去了还是刚起出来啊？没太看清楚，好像是刚刚是落回的起出来了啊。那么我们在水战咬住之前来变小，哎呀，速度拖水战，能不能把这水战给打了？尾炮给点力，把水战给打了，尾炮给点力，把水战打了，好了，漂亮。好，那么下面的话对上啊，你 AA 也用了，水战也被我们打了，这组箭炮总该中了吧。来手动瞧一下，来啪叽啊，正无可恋的对上。好，那么这边的话鱼雷机果然是来做我们的大河了，那么由于我们战斗机及时赶了回去啊，这边的话对于局势的预判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我们下面一组鱼雷准备去刷对面的白龙啊，并且我们的另外一组箭棒马上就要准备好了，同时他将自己的母舰开始往外拖。好，那么现在的话胜局已定啊，838分啊，时间还有4分钟啊，分数机灵把这个 A 点占了以后是能够追得回来的啊，只要我们这边不再死人就可以。啊，当然为了保险起见啊，我们还是要将敌方的航母给击沉啊，让这航母不溜边了，直接是跑出来作死啊。啊，其实我们挂个灯啊，自家的这两艘战列也完全可以将对面的航母给拍死了啊。好，那么调一下角度啊，现在的话啊，往后面拉一下啊，准备从这个角度切入去投这个白龙。啊，白龙的话现在还是没有开 AA 等我们位置角度调整好。哎，这边不要再调了，哎呀，最后调了一下哎，但是仍然吐出来是密集雷啊，可以的啊，最后这一下白龙的 A 并没有打散啊，四颗，好的，漂亮，一个进水啊。那么白龙肯定是要交总管了啊，但是我们身后还跟来了一组箭炮，看一下在 AA 的影响下我们的箭炮能砸出几把火了，两把火，白龙就是直接我们的人头啊。那么现在已经是拿下本场比赛7个人头啊，4个滴滴全对面4个滴滴都是我们抓的啊，可以啊。好，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是欧洲舰炮还是非洲舰炮啊？来，直接自动啊，直接自动。啊，对面白龙的战斗是直接放弃治疗了，咬都不咬啊。他知道咬我们的舰炮是肯定会被我们的尾炮给打掉的。好，鱼雷机的话，现在是去找我们家的大河还是找我们家机灵啊？无所谓了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一组舰炮，来两把火烧。可以的，好的，漂亮，两把火，白龙已死啊。那么本场比赛到这边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静静的等着白龙烧死就可以了啊。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我们击沉了一艘敌军航母。